1949年9月21日，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。诸位代表同志们，机关人员祝国王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。我们的会议包括600多位代表，代表中已经关所有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、人民教程、各地区、各民族和国外华侨，这就是呢，我们的会议是一个机关人民大团结的会议。唯一守候是为了人民生态的教育。
你的中共，人家是国民党，你的帮你们全无途径的兄弟，无战是才华真的敌人，无战是比真的敌人都都这么扬的，而战是第一，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。珍贵人民，珍贵共产党的领导思想，是哪一种的思想呢？看他的主席人，今天他自己收拾起来，见证了一个规模的万个机会主义、国际主义、国家资本主义以及集权的代表战，外面党化的政府的特立阶级，为首人民解放军人基本上打倒了外面党化的政府。开放了机会主义的珍贵的政治，开放了政治的社会。现在的珍贵人民政治的社会，自身为人民的基础之上，交给他只有代表提官人民的心智，他不该提官人民的经验的不一路，因此人官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随波而进，执行提官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。将要制定珍贵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，制定《中华人民共